气的时候没变动，变动的时候啊，陈子玉要哭哦，太热了，看你要笑哦，笑可以，耶，我妈终于死啊，我有保险金可以领了，其实是你叫俊雄来撞我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演的跟真的一样，就是想要你们的保险金，灭人气，接下来就是品轩了，喂。身边没有几个亲人，真正的大魔王是蔡正祥，全部人都死了，剩你一个。阿布，我先帮你试一下温度。好。熟吗？可以熟吗？起泡而已。起泡都没起。今天不要那妹哦、喔，然后阿妹哦、喔，妹阿妹对啊，好两个人的时候可能才会遮啊，那个看着办哦。哎，你请你别接了。不用消音的脏话真好。要吃槟榔，知道吗？要吃槟榔，你看人家吐槟榔，你看人家吐槟榔，现在脸好痒。你刚刚有看你自己样子？我看看，我现在先不要面对。很荒谬，真的很荒谬，真的很像鬼脸。这边拍完，等下可以去泰国修你。真的。你要穿吃鸡的衣服，鬼吃鸡，穿吃鸡，鬼吃鸡，哈哈哈哈哈。人家说我随时他们宗教，曾子义怎么会这样叫？父子纯，大家都是父子纯。我怕我尸体在那边哭得很惨，怎么办？放心，不会。你让我做个场面是怎样？我们演得刚刚好。哦，不行，一定要演到让我哭，不然你不能收工。你哭我就 NG 啊！差点忘了，尸体不会哭的。我记得尸体还没有死，超过二十还是有感觉的，他的灵魂还没走。那你就啊，你才知道我是男的。你会为自己意会？演了那么多集，原来我是男的。彩蛋，原来你才是海王。当初是我来强奸永顺，强奸不成，把他打死的。